對付耐藥性惡菌，除了善用抗生素，仲要找幫手。冇錯，找你哋幫手。點幫手啊？勤潔手就係好幫手。喺護理病人前後，食嘢支持，食藥支持。咳嗽或打乞嗤之後，用鹼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潔手。去完廁所就一定用鹼液洗手。無論用鹼液抑或酒精搓手液，都要搓手最少20秒。善用抗生素，加埋你哋勤潔手，惡菌就冇路走。